It's good to see you. Pull up a chair by the heart.欢迎收看《炉石传说》黄金超级联赛春季赛，给你要的精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欣欣。现在有请到的是火焰组即将对阵的两位选手，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缄默的小迷弟欧阳。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大神的迷弟 CC 缄默。哦，两位先互相吹了一波啊。然后呢，现在是火焰组最后一轮的比赛了，两位选手的成绩都是3-3，对吧？对。那现在这一场即将迎来的大战，有没有什么心理想法？我觉得缄默大神强无敌。最后一场大家都是3-3，我觉得这场还是比较关键的，因为赢了的话至少可以保级。但是我很不幸，最后一场的对手是欧阳大神，我觉得欧阳大神的操作非常犀利。那两位，我对他基本上是零胜率吧。我止不住的奶呀，我都控制不了。然后呢，两位选手有没有了解过、看过对手的卡组，觉得自己胜算有多大？我。实话吧，30%。哦，为什么呢？觉得他有什么职业或者是什么卡组比较强无敌吗？他的萨满战士都很强无敌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欧阳大神卡组非常完美 ，line up 也非常好，然后再加上他的操作实在太好了，基本上不失误。我觉得我很难赢他。哎，两位奶的实在太厉害了 ，OO 呢？5个 O，O 气4E，希望缄默给发牌员 PY 一下。好的，那祝两位选手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吧，现在可以前往对战台准备了。出发。给你要的精彩，欢迎收看由网易暴雪主办 NewTV 为您承办的2017炉石黄金超级联赛春季赛，我是解说少帮主。我是飞来飞活。哎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第二场解说呢，是来自于 CC 缄默和 OOO 的一场对抗。刚才看了两位的采访之后，我重新对这两位选手有了重新的认识。他们两个选手就是互相奶，奶到死的那种。是，先认怂，对吧？到赛场上再使用自己的这个暴力输出打赢对方。对，比起刚才，对，比起刚才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两名选手，压力没有那么大。对，刚才真的是。生死战有点就纯纯的生死战在争，当然了，这边也是有机会那个要争出现位置的，但是只是刚才那个5-0可能让大家显得更加的凶悍，最后打成6-0，是也说在小组当中无人能敌了，对，所以也期待一下缄默和这个OO的表现，虽然选手都认怂了，但是比赛就是残酷的，对，该赢的时候我还是会用出我的全力，是的，我们这边看一下卡组，好，卡组介绍一下，OO这边是德战萨贼啊，德是一个青玉德，估计会被ban掉了，青玉德按照之前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，那战它是什么战呢？战是一个海盗战，那还不ban海盗战？谁关得住海盗战？也有道理啊，刚才有人关注了，是刚刚那个海盗战其实也没上过几把，只要一把就上过一把，主要是太卡手了，对，当时我们虽然看不到他手牌，但是预估应该是手里卡的致死英，致死也用了嘛，对吧？对，卡的英勇致死跟火车王，被吃了个海盗以后吉泽就完全不在他那边了，对，海盗战确实不太好关，所以有时候选手可能被迫还是要搬海盗。那我们看到 OO 这个卡组，第三个卡组是个打脸萨，那跟那个 Omega Zero 非常非常像，对吧？也是青玉德打脸萨和海盗战，对，只有第四道贼是不一样的，他这个贼是个任务贼，但是缄默不一定有骑士啊，没有，对，所以就可能搬选的时候可能略微有些不同，是的，缄默有个任务贼，然后缄默这边也是个任务贼，然后是一个元素萨，元素萨也是就是在。这个比赛之中发挥不够好，对，因为很多慢速卡组元素萨是怼不过的，对吧？包括遇到强战这种，对。但是任务贼在这个比赛当中，有时候也背锅，也是很一般的。就是因为任务贼为什么很多选手抛弃他使用这个采花贼呢？是因为这个任务贼他糊了确实非常非常强，你3费4费做完任务，那简直是无敌的。对。但是，一旦你5费以后做完任务，可能你的回合数就不够了。你就算做完了，也可能输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是的。对，就是我天糊确实挡不住。那你又不像说海盗战那种。或者说是这个糊了就打死你，对，就是特别容易糊，是的，他毕竟还是有一些卡牌要求的，对，虽然你是带6个回手，对吧，可能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胜率更稳定，带这个火焰元素和这个就是等于出橙子这种状态，是的，这种打法呢是更求稳定，但是呢最快还是用3费的那个天胡那种，对吧，比如说工程师去读，或者说是这个一的这个吹嘘海盗啊，都是不错的，好，选手还在调试卡组。哎，缄默这边还拿了一个巨人法，巨人任务法，巨人任务 OTK 法，
这个法师带的人挺多，但我认为并不是很理想，因为之前在直播的比赛之中看到了不少都是背锅了，对，并不是特别理想，因为这个法师呢打很多对局他不是劣势对局，对，但是他也输了，也谈不上优势对局，现在就是最大问题，因为他太需要自己的排序非常正常，对吧，尤其是因为巨人法它的输出是有上限的，对，你不像无限火球法为什么没人带呢，是因为无限火球法要的 K 牌太多了，是，对吧，你首先两个巫师学徒、哎、加两个这个四费熔岩镜像，对，然后再加上大法师，嗯，这就至少需要五张 K 牌，对，然后还前面还得完妥妥的完成任务，对，挺难的，对，但是这个巨人的这个是三张，你巨人做完任务以后对面有个墙，有个墙、哎、你就难受了，或者你遇到个战士，因为战士带的特别多，是，他哪怕是就如果是海盗战他就打死你了，之前对，如果是那个叫什么这个任务 战、嗯、任务战我无限转甲不变身你也打不死我，对对，因为你的输出是有上限的，是的，因为我的护甲你是磨不掉的、啊、巨人红龙不能喷护甲，尤其是就像有些选手还带两个触甲师、哎、对，这个确实对于法师来说太针对了，对、嗯、不是说针对他，其实是针对快攻，顺便把法师就给针对了，兵法看到就恶心死了，对，兵法看了两个触甲师，对方手里肯定有旋风斩跟食尸鬼、嗯、啊，随便刷一刷七八甲涨上去，然后加上每回合转甲，每回合转甲就很难打。帮助你平时电竞现在喜欢玩什么职业呢？我现在是什么都玩，换着玩，因为最新的版本我要体验游戏的乐趣。哎，我一般会选择一套牧师，然后对方是什么职业，我就用他的职业卡去打他。哦，换着玩嘛，啊，换着玩嘛，就是我什么职业都能玩到。对，我一玩一个职业，我可以玩到九个职业的卡，是，那是非常开心的。包括这个版本牧师又增加了很多偷牌的新手段，对，而且一费的一，而且这个版本偷牌的牧师的强度还是可以的。是，以前记得。最早的是九四木的年代，哎，是牧师偷牌模式当中比较强势的一个版本。后来呢，逐渐在减弱，因为毒流的卡组特别多。对，而由于现在做任务的很多，那对于牧师来说压力就越来越小了，也就让我们这种就是喜欢，因为我卡比较少嘛，我就用一个职业玩九个职业。来看一下这个微博的留言啊，很期待进了八千以后，大家新卡组就可以愉快的抄卡组了，啊，等待时间差不多，歌曲好 happy 啊，元素植物进化小海盗，嗯。就只要不让冰蓝飞狐唱肯定是很 happy 的、嗯、然后支持对嗯真正喜欢研究卡组而不是超卡组的炉石选手，支持黑色幻神 啊黑色神幻啊，黑色神幻之前那个 A 组还是 B 组， A 组晋级那个五杠一那个嘛，对对，说起来其实很多玩家都说了，说超卡组超卡，其实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我们不是选手，没必要非得去原创，是的，对吧，我玩个开心，我省多少脑子多少输多少把呢，你知道一个好的卡组测试了多少把才能拿出来让大家抄嘛，对对不对，这边选手介绍，哦，江西的人，二十三岁，嗯，江西人，他姓欧阳呗，欧阳复姓应该是、对复姓，叫如果你姓欧叫欧阳叫杨涛也没毛病，但是杨涛对，但是应该还是姓欧阳，哎，这个欧有单姓吗？有单姓，欧也死，他是叫欧吗？不是，有单姓，因为我原来有个老师，就是我忘了他叫欧什么了，但是就欧老师嘛。好，他如果叫欧阳，他肯定叫我欧，让我们叫他欧阳老师。是的，对。四岁缄默卢喜山，哎，这个 ID 比较喜庆啊，卢喜山，嗯，内蒙古24岁，也是不远万里来到上海来比赛，从中国的最北边跑到基本上到南边了，对，嗯。乌鲁木齐站啊，黄金公开赛冠军，这个乌鲁木齐离内蒙古还比较近，对吧？它还比较方便，至少看着近，但是你要知道也挺远，你要知道太大了，乌鲁木齐内蒙古也分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你要是西蒙跟靠近东边的内蒙古还是差挺多的，对对对对。好，这边右边的小伙子也是非常的精神哈，戴个小眼镜。谢谢节目，谢谢冰蓝飞狐对我们戴眼镜的小伙子的认可啊，改边我也买一个啊，对，我买个没有镜块的，左边的长得也是非常的精神，是长得跟天师一样，哎，你这就过分了，你可以侮辱天师，但你不能侮辱选手，那倒是，对吧，因为你这样说的话就跟血巨人一样了，那怎么能行，那倒是，你可以说长得跟天师一样就是有杀气，杀气很澎湃，对，有杀气，刚才我们的职业好像没有看清楚，扮选的是一个战士，欧那边被扮的是个战士，另外一个人没看清楚，那如果导播能够听到的话可以再看到帮我们，是个萨满，萨满盗贼和萨满看错了，好，一个都没说对，是的，这该怎么解释呢，咱们专业一点，是啊，现在双方选手都是3-3，对，好像也是生死战，比较焦灼吧，就是可能关系到保级的名额， 对吧，因为最后一轮了嘛，因为如果3-4的话可能就保级就只能是打那个资格赛了、如果是4-3的话应该是至少是可以保级的，对的，
刚才呢我下去的时候也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，刚才我有一个地方说错了，是七八名跟五六名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都是有打资格赛的机会。因为以前的这个这个黄金赛的赛制我没记错的话是这个叫什么来的，它是最后的那两个是没有直接淘汰的，是那这一次为了保证职业选手的一些利益吧，保护措施 对，就是给你去打资格赛的机会。是的，哎，这边海盗站不是这个强站骑手是把任务换掉了，因为对面是个海盗站。对，我只要活到后期，基本上就赢定了。而且骑手非常好啊，是两把小斧子，两个小斧子食尸鬼，这都是克制海盗站的。哎，那边骑手并没有一张一费的海盗，就比较卡手，比较尴尬。那二费欧欧那边如果再挂个机的话，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把已经难了。对，所以觉得不能挂机了，该出什么出什么，应该是至少排出吧，至少出个二三拉一个哈奇斯嘛，对吧？对啊，提把刀也能接受吧，就是下午可能能打一个 combo 也比较差，这边也提刀啊，这边肯定也提刀啊。提刀已经是非常差的抉择了。对啊，但是我土豪战就是我一个强战，我提刀我是无所谓的，节奏我是亏得起的，一个海盗战提了刀那节奏要亏不起了。是的，好，看一下战绩。这边32强是输给了艾德，然后赢了叉 hope， 赢了 brace， 然后输给了狮子座小王爷，输给了黑色神幻，赢了悟空西塞。这组的出现形势是比较严峻的。是的，因为很多人都是三分。好，这边先挂斧子再出这个血帆，然后场面上又一费出了一个这个33强。对，非常好，这个场面还是挺厉害的，把场面打出来了，差一费，不然可以猛击加食尸鬼全解。对，那现在只能干打一个食尸鬼了，对吧？得占个场啊。对，就干打食尸鬼去跟他交换。然后下回这个猛击还过不着牌。是，看一下坚木的战绩，之前是赢了悟空西塞，然后输给了黑色神幻，都是被这个5-1的选手打败了。对，然后赢了狮子座小王爷，然后输给了 brace， 输给了那个 x hope， 输给了艾德，赢了 x hope， 输给艾德。我觉得西塞是名字起的不好，你要起个悟空贝吉特之类的，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就就是6-0了，是的，特兰克斯都6-0了，对吧？选择探一手，直接先出个13，逼你把刀。这个就是说白了，我下回还是要打猛击加食尸鬼的。对，因为如果你要是不上这个的话，上个食尸鬼的话，对面也会拿刀砍你，对吧？对，怎么你的怪也是站不住的。这五点伤害肯定是吃了。是的，下午猛击就不能过牌了，这样打的话猛击可以过牌。对，我想这边应该是选择应该挺多的，因为海盗站毕竟前期牌还是不少的。上来个暴涨快生势砍掉，那这些就难受了，猛击食尸鬼不好打了。对，猛击食尸鬼的话，对方爆炸狂无敌了。哎，不，他可以武器砍，先砍一下。对，也还可以，武器砍点血量。武器砍，武器砍可以接受。猛击旋风斩呢？猛击旋风斩切过脏鼠好不好？还是食尸鬼好吧？脏鼠拉个库卡龙也很厉害啊。是，免费出的库卡龙，而且对面低费牌应该出过不少了，就是现在手里边如果卡生物的话，大概率是高攻生物。对，武器先砍就行了。特别是对面还有一个多头蛇，这种东西就很可怕的。对，就先砍猛击食尸鬼，占一个33。然后对方把武器卖掉。是的。斩杀来了，那还不错。一会儿面对这个多头蛇的时候，可以直接斩杀掉。对，旋风斩斩杀。对欧来说的话，他这边手牌最好的肯定是一张多头蛇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他的战士带两张多头蛇的，他很大概率在5分能出到一张多头蛇，就像以前萨满在4位蛛丝七七一样。果然已经出来了。哎，那这边旋风斩斩杀，斩杀之后脏鼠应该敢下不敢下呢？我就多头蛇都出了一张了，是不敢下了。我觉得可以下，因为对方三张牌，就算你有一张武器，再算你有一张法术，另外一张随从哪儿那么好？是第二个588，正好是588又出来了，不太五八八撞出来，那也就撞了嘛，对吧？对，忍了，就忍一手，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嘛，对他来说。要不然你脏鼠可能一直就不想出了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早出比晚出好。是，当然他不一定敢赌啊。他还是选择放弃了，直接选择旋风斩加斩杀加把刀。撞个甲也没什么坏处。加刀的好处是跟夏窝直接出57。对，527，因为转甲的话，夏窝没有费用提刀了。对。那欧这边就难受了，对面17单血打不下去了，
多多车被挤掉，除非有立刻的第二张，否则的话这个洗线真的好难下去了。如果说他有，他肯定现在直接拍了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他我们不会犹豫，我们通过他的时间来判断他没有。对，这个因为我们通过选手视角嘛，所以缄默也得知的信息就是对方没有五八八。是的，那没有库，我也认为没有库卡龙，因为库卡龙如果你用武器来解我，打了你八血也是赚的，对对吧？也是可以直接出的。就但凡有只怪的话，大概率都下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只能是法术和生物，法术和武器。OK， 那手里应该是两张伤害或者一张伤害牌，直接提刀看脸。这边五二七赶紧挡住，死亡之翼暂时没有用，暂时是扛不到死亡之翼。把任务顺便也做一下。我觉得他没随从，不对，他为什么刀要选择考虑呢？手里应该是一张随从，所以他不能出脏鼠。脏鼠肯定不会出的，这回肯定出二七的。就一会儿啊，不能出脏鼠。对于他来的判断来说，他不能出脏鼠，因为对方犹豫了。要不然你说一个奥金附加升级，他也不需要考虑啊，对对吧？对，他犹豫了，说明手里还是有选择的，还是有抉择的，有另外的随从可以出。他觉得升级奥金符会更好。这边如果有一张第二张升级的话，非常赚，对吧？对，直接把你二七砍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这刀可能暂时要砍不出去了。其实强行砍刀也不是不行，反正你早晚要拿刀砍他的。对对对。那手里四张牌大概率是什么英勇打击啊、致死打击之类的牌？而且他不想给对方叠甲，不想先去摸，就等自己能够 buff 一下。比如说他手里有个三色卡一个海盗，有可能。对，然后他等海盗来了以后，但主要这个海盗不能来那个一一一的海盗，不然的话替换刀了。对，不能来大副，其他的都还行。这边直接把二六枪也出去了，反正我就骗你刀的伤害，对吧？对，虽然你能直接砍掉的没关系，我就是骗你刀的伤害。你刀的伤害只要砍出来就行，砍出来就没有危险了。砍二六嘛也能接受，就主要是二七一只当个图阿特来用的非常难受了。对，免费图阿特，因为他最好的地方是他打别人也可以涨甲，就是只要我还能活着就一定在涨。是的。哦，还在卡手，那这四张牌不会全是伤害牌吧？那有点不太像啊，有点不太像。对啊，那上级连先找一张，七费以下都可以，最好是五费的，还能赚个护甲。感觉就是卡，那五费的不错。卡没海了，就缺个海盗。那空降龙宝宝，或者实在不行拿个四费的也行，因为四费的话是七点血，空降龙宝宝是六点血。至于二攻和三攻没什么区别，对吧？对的，也不亏定一费。我觉得拿个四费的无面攀援者也不错。那果然拿个攀援者，这样七点血的话更舒服一些。然后再赚个甲。对。因为反正攻击力是不重要的，对，那个王宇不影响的。对，那个王宇其实不一定是好事，我也摸不到。对，就当摸不到。这十九血基本上已经稳了吧，感觉两个七血墙真的过不来啊。升级终于等到了，终于等到了，但是太晚了。没关系，他海盗再升一级就有机会了，但是要一直砍墙，砍着砍着自己快死了。对，等任务做完了以后直接抄把刀，对，打个劳斯自己就打着打着自己没血了，对方死亡之翼拍上去叫杀。哎，这个五二七是不是先不出？先把这个二十七骗出来以后再出五二七，能保证他还是个图阿特？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？我觉得他可以考虑一下脏鼠啊，自己手里有五点伤害呢。对啊，就对面但凡有怪的话，总不至于一直不出吧？但凡有五八八，早就拍下来了。五八八肯定拍了，脏鼠可以下。嗯，你看万刀利爪卡了，那赚了，对，实际上是赚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这样的话对面武器不能再 buff 了，因为升级两张都用过了。而且他刚才一直在等海盗，说明没有第二个海盗。是，所以优势很大。来转个甲过，哎，那这边你砍完脏术以后，我再出这个五二七，对，你就难受了。这个他卖了也输不了，无所谓，因为已经二十二血。是的。然后三堵墙在这挡着，你的升级刚才升不了，你现在还升不了，是很难受。先把二七砍了，现在对于战士来说就是个折磨，我什么时候翻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感觉很难翻了已经。对。但是我又不能不坚持打下去，因为还有梦想。啊，果然是砍了这两兄弟。这个升级啊。这两兄弟真的是难受。对，恩佐斯的副官嘛，对吧？西德麦的中期大道很伤。那斩杀是不是可以直接交了？我也不用等什么五八八了，五八八大不了自信五八八可以死亡之翼嘛，对吧？斩杀先交了，保住我枪的血量，不让你踢到我脸上，我就赚护甲就行了。对，一个四一已经算大怪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还指望只有一个五八八能值得我解了，对吧？没有大牌了。那一也是解一下吧，毕竟是个海盗，尊重一下。就怕神抽弯刀利爪，二攻的也不厉害了。就现在抽什么牌？哦，又是个奥金符。好，好，关键是手里所有伤害算上也打不死。对啊，就牌库里边都拿出来，只要这边有强的话，你还是打不死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回想一下，是那个五三六感觉挺诱人的，
可以摸墙，摸完墙能做任务，做任务我能赢了。他这边直接派死亡之翼怎么样？有点太拼了，因为对面是肯定没有斩杀的，对吧？但是对方首先肯定解不掉这个死亡之翼。对啊，那死亡之翼踢上两脚，两脚自己会不会死呢？手里五点长空，下回合派个五八八再出个四三，五八八我可以拿死亡之翼解掉，也可以能接受。还可以，好像怎么都死不了两回合。对啊，就修一点的话，死亡之翼直接拍了算了。啊，他下这个骗了武器也没问题，但你再出个怪，然后我再死亡之翼也可以，对吧？问题不大。抉择上面已经无伤大雅了，因为优势已经建立的太大。其实现在就看是下死亡之翼，就是两回合之后结束战斗，对吧？对，不下死亡之翼，就是等对面不想玩了再结束战斗，嗯、对吧？反正主要都是结束战斗了，还是这个五二七的图哈特效果太厉害了。是的，每回合稳定恢复，就从十一点血到现在15点甲，其实也没过几个回合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呢，因为两个五二七在，所以说每次都加好多护甲。嗯，换句话来说，你看这个海盗战也算是韧性够强的了。对。你跟一个防战已经拖了十几个回合，然后、换句话说是防战进攻性太差了。对。对吧？打不死人的。然后你还有机会打死对面，对不对？你还有机会再打对面。又输出了不少伤害啊。但已经改变不了太多结果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因为对面十一点血，剩下十一点血你怎么打呢？你没有武器了。对，两张奥金斧都用了，那就继续上骨头石僧吧。按照之前的结果来说的话，这会肯定也不会上死亡之翼了。嗯，这护甲骨头石僧。就这个继续转甲就更稳嘛。嗯，更不会输，因为对面没有奥金斧了。如果还有把奥金斧的话，这有可能抢死，对吧？对。对面再抽不到伤害的，再抽不到墙的话，可能抢死。但没有奥金斧的情况下，拿什么刀能抢死这十三点血？每回加点点血，好像是没有机会。对呀、啊，多多车你就站不住。嗯，库卡龙两张都用了吗？用了一张，等于直伤也就剩库卡龙。对，和一把赤焰战斧，还有就是英勇打击、直刺打击之类的牌了。英勇也用了一张，是对，主要是效率太低了这种牌。对，他这个牌确实已经没什么伤害了。对，就是慢性叠甲、慢性死亡，对面只要再抽个墙，哎，完了，游戏结束了。这一下出两个墙，连任务都做完了。选一个最小的墙，任务做完，游戏结束。哎，五二七拿着吧。啊，这根本就不是最小的墙，这是最好，就不用做任务了。现在这是最好的墙。对对对对，这任务做不做无所谓了，我不打死你。这五二七你解不了，你就自己死吧。下回合也就打死了。是，因为他也只有22血，就现在给海盗战一个到死亡之翼都不好使了，因为这边有个死亡之翼。好，15血，同时下回合手里12点伤害叫杀。对。好，恭喜缄默1-0暂时领先。嗯，双方打得很焦灼。是。看得出来缄默打得很沉稳，他在这个对局当中知道自己拖到中期已经是稳赢局了。他没有打出任何给对手机会的这种昏招或者说是危险招。是的。嗯。好，那第二局的话，那边因为跑掉了任务站，对，飞虎，你觉得双方会上什么呢？欧这边应该是继续上海盗战，因为他最怕的任务站已经没有了，对吧？他既然选择骑手上这个，肯定是赌你骑手不上任务站，对，对吧？但是你既然上了，我肯定继续上了，对吧？嗯。那这边 CC 缄默这边，就比较难受了，因为法师打这个海盗战肯定是不好打的，对。那么萨美又被办掉了，嗯，那只剩一个法师和盗贼，那盗贼打海盗战也不好打。就这海盗战可能在 CC 缄默这边来看的话，大概率是直接放掉了，就放掉了。对，我随便选个职业给你怼一怼，怼不过就算了。那不如就上一个最有机会的去争一下。对，嗯，那最有机会的话，可能盗贼稍微好一点吧，因为兵法就他这个任务法打海盗战其实胜率真的蛮低的， 对吧？看到这个导播每天就是我们解说给反馈的意见啊，包括水友反馈的建议，都是去执行了。之前最早第一天的时候任务没有数字。对吧？对，后来把任务数字加上去。是的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也提出来这个黄色的这个图标，感觉和像圣骑士啊，包括差不多了啊、对，或者萨满的边框都是金黄色的，对，会容易不知道哪个是跑掉的，对吧？对，再使用的用的是绿边，然后那个跑掉的用黄色的，不好分。是。现在加上对勾了。缄默这边其实要把任务换掉了，因为打孙悟空卡组我也不做任务了，对吧？我活下去。这个研报等于手牌减一啊。减一。嗯，就本来骑手挺好的，衣服有怪出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因为研报导致其实节奏又差了。是，两费摸什么呢？哎，费先比火冲一个吧。对，现在找法术有用吗？没什么用处。没什么。哎，这个牌好，先出这个。对。这一呢是战场，二呢是拉冰箱。对，冰甲也好，最好是拉冰甲。他带了一张，带了一张。最好是拉冰甲。是的。因为冰甲是比冰箱好用的，冰箱的话最后出了。冰箱以后还是要想办法搞下去。对，而冰甲可以实实在在收益8点血。是的，就三倍加八，小德有3倍加八吗？海盗战看见小德3倍加八就很难受。嗯。
哇哦，这一下好难受了，就是这活节奏也很亏，你还不见先把三三解了吧，你亏一费，下活你还要再亏你一费去干件事情，就每回都在亏费用，非常不舒服。但是你又不能不解三三，这个三三威胁太大了，打了吧，肯定要打的，三三主要是后面无限放大自己的生物。哎，他要摊一手吗？没有，还是打了，没有这个勇气，我觉得他本来是劣势对抗嘛。对，剑魔这边是双寒冰剑的版本，所以说前期还可以，比其他的那些法师还好一点。嗯，因为很多法师前期放弃了寒冰剑。对，放弃寒冰剑风险的就在于，被快攻更针对更快，对的，打死。好，这边二十四就很难受了，必须得拿这个秘法，拿这个远古雕纹找一张解牌。嗯，我看到版本当中还是放弃火球的多一点，是的，寒冰剑有些还能动一下呢，对吧？会有带一个的，也有不带的，对对对，但是需要带两个都带的话比较少见。嗯，火球他确实也没有带。那秘法雕纹找什么牌能解？找寒冰剑可以解，找火球可以解。对，这费用都够打出去。是的，寒冰剑是零费，火球两费，就是四费法师所有的解牌他都能打出去，对吧？对，因为反正减两费。嗯，打羊也可以吧？羊也可以。羊就退而求其次。有羊的话有寒冰剑，还是寒冰剑吧？还是寒冰剑吧。嗯，羊的话还可以留个生物，不好。对。但是还是很难。哎，他拿个岩毛树，然后十费两个岩爆，然后但是还有十点血，不知道怎么补，对吧？对，也没有机会。而且对方还可以转甲呢，对，这是最要命的。算了，还是踏踏实实拿个寒冰剑解了算了。嗯，那碧阳的话，他可能想着下回我可以解那个多多蛇，因为他也怕多多蛇，对吧？对，那就看他抉择了。他只能拿变羊，我先不理二四了，多多蛇我要面对的，对吧？也不是不可以吧，但是这样打的话有点贪，偏贪一点。偏贪可不是什么好词儿啊，注意一下、啊，就稍微他有一点贪，哎、对，稍微有点贪。反正欧这边四费是肯定不能少多多折的，对吧？对，也就是这回合他最多出个四三冲锋，压力是最大的。如果四三冲锋打脸的话，那伤害挺高的。四三冲锋的话，这个伤害就很足。对啊，打八点伤害了就。哇哦！哇哦，那这个羊你走贪不得了吧？除非你冰环儿，就感觉贪的没道理。对啊，就先解了这个多多折，再多多多折的事情是吧？对。这现在你这个东西都解不了，你还想多多折的事情吗？不好吧？那不行，就冰环加一个虚法师吧，反正你都贪下来了，都已经贪了，那就等吧，暴风雪吧。对呀、啊，你现在不可能再去打变羊了，那还是亏节奏。虚法师好还是工程师血统好？虚法师好一点吧，虚法师感觉会被解掉，肯定。主要虚法师是个王宇过牌，我不能立即过牌，而工程师血统能在后期想需要找冰箱的时候立即过牌，就差别不大，差别还有区别的。而且我虚法师下回可以接暴风雪。对，嗯，工程师血统下回没有用处。好，那先下血法，看对面解不解。哎。解应该是不好解的，因为没有小刀了，就现在就看他有没有五八八了，有五八八的话要不要上。哎，这就不错，暴风雪就赚了。是啊，但是脸有点受不了了呀。暴风雪其实没多赚，任务来了，关键是暴风雪结束之后是没有机会挂冰箱，下回对方是存在斩杀的可能性的。对，但是打还是要打的，因为场工要先解掉，下回要斩杀的话需要升级加火车王，或者是两个双双鹰打。是的，双鹰打击。嗯，或者是鹰打致死。对，方法还很多的。对，哦，看来斩杀了。哦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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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，他只是选择非常快，然后我以为他要斩杀了呢。对，但是这看起来也很炫酷啊，是两个七三也很炫酷。对，好，伤害很足。那需要第二张暴风雪之类的牌控场，烈焰风暴也行。没有，奥数巨人暂时没有用。没有的话，奥数智慧是过牌。就是、冰箱扬一下还是？奥数智慧过牌吧，因为扬的话不解决问题。是。就七三一定踢到你脸上，那还就奥数智慧先过。是，奥数智慧过那个冰环的话，先苟一会儿。那把任务做了吧？没法做，就只有必然能做任务。就是先放上去。你剩一费也没用啊。对，先还是先他有可能抽到一语魔点。对，就是四费牌还是有的吧。工程师学徒先用。先有工程师的话，就是先有工程师的话，明显没有先有奥数智慧好啊。对啊，费用不合理啊。对啊，先有工程师的话，你找什么也没有用啊。奥数智慧的话，找个冰环也行。哎，冰环来了，那就冰环加一费任务吧。反正这活肯定不能挂冰箱的，挂冰箱是慢性死亡。对，挂冰环的话，赌一手对手没智商。对，但是对手三张牌没智商的概率很低。是，就想活你要挂冰箱，但想赢你要挂冰环、嗯，就看选手怎么选择了。想看想开一点，就是本来就是放走这个战士嘛。对，我只是来试一试，对就行了算了，就赌一手就完了，赌个冰环完了。对，啊，冰箱是肯定赢不了的，肯定赢不了的。嗯，
你就像就算你下午会抽到，你喉咙不够时间了，你只能下午抽个冰箱，下午再喷喉咙，但场面你又解不了，对吧？对，你还得有末日加冰环去。是的，那就不可能了，已经。不过欧欧那边应该也是有智商的，肯定有。他就是现在转个甲不用出了。是的。现在冰环还没见甲生活，他还是一句话，你对面有智商的话，你还是死，对吧？对，跟上回的读法一样的。就是有致死，有库卡龙，有火车王都死。要不然你就比跑跑点找第二个冰箱去，这么狗。或者你出这个工人区多找冰箱，那概率呢？实际意义不大，那样打的话。嗯。我想。就秘宝宝典还有梦想，秘宝宝典过个冰箱，对吧？或者过两个冰箱，下回挂一个冰箱，下回冰环挂冰箱，找个末日，然后想赢必须得是秘宝宝典过到冰箱加冰箱加冰箱，对对，因为你自己抽牌抽一个冰箱也没用，不够，对对，回合数不够。冰甲来了，哎，冰环冰甲够不够？但是吃萨基还是死一样，冰环冰甲跟寒冰剑打脸没什么区别，对啊，唯一的区别是对面如果十三出风的话是有区别的，对，除了十三出风以外，吃萨基还是死的，嗯。好，我看看欧这边有没有直刺打击。火车王也不死。嗯，直刺打击有，那就直接了。嗯，这个卡刀战情理之中跑掉的。是的，就这个对局肯定是刚来送的，就是我能赢是侥幸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大概率我是输的。而且从牌面上来看，欧直接打的致死也是防了冰甲了。是的。嗯，这种就不要给意外嘛。对，对，不要给这种失误，其实你当然你可以想象对方是冰箱，然后你是，但是没有意义。一血破冰，一血破冰跟四血破冰没啥区别，对吧？对于他来说够了。对，所以他赶紧选择先防冰甲也是对的。是的。好，现在进入一比一比较焦灼的战绩。对。那么一边是青玉德加这个打脸萨，一边是这个任务贼加这个任务法。对，就是一边是新版本，一边是老版本。感觉打脸萨青玉德是老版本，然后任务贼任务法是新版本。对，感觉可以先上青玉德，反正你做任务嘛，对，对吧？做任务打脸萨也不错，因为打脸萨打这个打脸萨打法师也很厉害的，对，也应该是优势。对，打任务贼就看任务贼能不能去糊了。对。总体来说，欧这边其实卡组来说是劣势的。因为对面打脸卡组太多了，而你的卡组都偏慢。好像青玉德打任务贼一般，是吧？是，青玉德他打任务贼一般，所以这个要赌个心态。上萨满了吧？上了德，反正他怎么样都要把德跑掉，对吧？对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德打这个贼几乎德是没有胜率的，除非贼死活上不到最后一张。对。嗯，因为只要大概率在五费左右上出来就够了，五费左右以后的话，每个怪都很大了。对，你都扛不住了已经，对吧？对，但是很难限制对手，就是你自己得急顺，然后对手还得急卡。对，火焰元素来了，火焰元素来了，是个不错的牌，就等回手了。那先一费先出这个，因为我不知道刷什么，还没想好。对，因为手里两个吹嘘也可以刷吹嘘，对，也可以刷火精灵都可以。嗯，那有没有成长非常关键，有成长还不错。那下一步就是有没有清玉。对，好，这边有将近400多人了。那要不要直接刷这个火焰元素好一点？用一上火焰元素，然后把火焰元素卖掉以后，刷海刷里边那个一二会快一点，差一张牌了就。对，因为那样的话，我可以神抽一张火雨，就是那张火雨精灵，对吧？可以刷，就可以刷。而这两个一只有两个一能刷，对吧？嗯，他选择慢一个回合，慢一回合，因为这样的话降低了帕奇斯抽到手里的概率。那他这样刷的话，可能要比出直接出二三了，要刷帕奇斯了，不是刷这个出海盗了。出海盗了，嗯，出海盗比那个慢一回合，慢一点，因为他要多一张刷的牌。对。啊，但是相比之下，其实也没慢，因为自己手里有第二张，有第二张的话，其实跟火雨精灵是一样的，对，差不多，而且还能多过牌。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火雨精灵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因为后边还有火雨精灵，对吧？对，概率会更大一些。对，而这张牌就是你还得必须找暗影布之类的牌，否则的话是一定刷不出来的。对，一个是下线好一点，一个是上线好一点。对，因为吹气海盗必能给牌，对，对吧？刷火雨精灵的话，不能给牌也很尴尬。嗯，这个青玉，那背刺四股先解了呗。对，我觉得得解掉。哇哦，没什么用。对于他来说的话，费用越高的牌越弱。对，对吧？你给我个一费，出两个一都比一个九费出一个五八加两个二强。那肯定，对吧？就我要根须，我就可以要根须，也不要这张牌。根须现在应该是抽不到了。是，哎，他选择拿一撞了，没有选择拿二三撞。其实我的话，我可能选择二三撞，因为那个一可能潜在是个五。对，对吧？潜在是个五。但是他也防了横扫嘛。嗯。横扫全清的话，他也挺伤的。
那这边区区最后一张出不去了，除非有暗影布之类的牌。那先，上个三加三费，直接把三费上去吧，因为这张三费牌总要上呢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这个二二就不解了，走脸。是。因为二解不解都可以。感觉不用解了，因为二二这个德鲁伊青玉德牌表里应该是没有什么 buff 牌的。是的。没有解掉，无所谓。现在就是那个暗影布和那个小熊猫之类的牌什么时候来的问题。德鲁伊长得挺快的，对，德鲁伊长得挺快了，四四了。就你再慢一点的话，对面也就五五了，对吧？对，就是你必须得加快速度了。而且像盗贼手牌都是一些费用很高的，对吧？我做完任务以后发现萨塞留斯出去，哎，没有也不强。对。好，那这边还是不能刷，非常尴尬。就是很容易海盗，这就是任务贼卡最后一张，特别不能刷，特别难受。这被迫把一个五五拍卖了，这个是五五啊，好伤啊，真的有点亏。对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对方主要是太大了。对，下回我来个暗影布就可以直接出任务了。对，工程师学徒也还行，稍微补补牌。嗯。小熊猫，但是现在欧欧那边有个问题，就是手牌不多了。如果说一旦卡两欧手的话，对吧？像这种情况，对，可能手里卡成长了，对吧？对，或者卡加基森没有能刷的法术，就很尴尬，给对面成一棵树了。那空让一个回合很伤。哎，小熊猫来了，小熊猫可以刷了。那这回合没有 C 再发完成不了。没关系，他可以把一拿在手里边，下欧再出，就下欧出的时候同时做任务。对，这张牌没有用，因为他缺费用。那这张牌一先不要出，因为下回合出的话是张三三，对吧？张五五，那打个妙手空空吧。可以啊，嗯，反正没事干。真是失误。嗯，没有失误。哦，他应该先打妙手空空。嗯。啊，他应该先去打妙手空空，再去上。对。那也不对啊，一样的。一样的，没什么问题，没什么。因为他如果先打妙手空空的话，三二是上不去的，一样的结果一样的。他是空的法力水晶吗？对，他是空的法力水晶。他没有失误，他可能以为这个一应该在场上，实际上一在场上的同时，三二是不在场上的，对，对吧？你这两个不能同时都存在，所以说没有伏笔。那这边任务就难受了，因为剑活对面出任务了，剑活再不给压力的话就要崩了。奋斗打一横扫，关键是现在德鲁伊上怪哦，直接打三啊，打一上怪其实不好，是因为上怪的话，他已经这么解了，那就算了。你等于给对方送两个五五嘛，对吧？对，你明知道对方下回合能做出来，这个等于如果不死的话，他就可以。哦，德里手牌真的卡，卡了个激活。激活利爪德冲脸了。是。他觉得不冲脸赢不了。你四五就是四六和四四没啥区别，对吧？五五都能解你。对的。那直接出任务，然后把所有的低分牌全扔上去。只要他这还不错，只要他这回合不死就行了，因为下回合萨尔留斯是提供两个强的。对，两个五五强就根本打不死了。对，两个五五强很强。那把三个一分牌全扔上去，直接，而且下回合有机会叫杀了。对，对吧？他这边摸一个冲锋就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或者现在如果你起不了场的话，萨尔留斯直接叫杀了，加四点攻击力，加八点攻击力，加八点攻击力。嗯。那德鲁伊应该没有机会了，这个贼已经很慢了，九分才完成任务，对吧？但他这个九分是成长过的啊，是，实际是七分，七分左右，对，七分左右，七分，那也很慢了。对，正常来说的话，四五分都很多人完成的，对吧？嗯，确实是一个优势对局嘛。当时我就说，如果上德鲁伊跟兵法打还可以，跟这个任务法打还可以，任务兵。吃海盗，这好爽呀、啊，吃个五五，但是没有意义。对，但是来了以后也赢不了了。对，那现在有没有第二张？哦，第二张不够了。那现在怎么都打不死了，嗯、那就上两个五五强就完了。对，上五五强就可以了。嗯，这个也不错，直接把他脸冰住，对吧？对。那我们想想欧这边有没有可能打死对面？横扫交过一张，基本上不可能了。从他自己的手牌来看，从他自己的牌库来看，两面墙，场面解干净，冻住脸，就肯定打不死了。但是他有张尤格萨隆。尤格萨隆的话法术并不多，但是在于精。对，如果直接打个岩爆结束了。对啊，就目标有点多。换一个先呼啦的岩爆啊，可以、不，先弄一个，还得先得弄那俩 AOE 才行。不行，呼啦不行。对，奉献再呼啦才行。奉献呼啦火球，嗯，这就有点高。嗯，好像还不死。是，再去把场解了呗，把脸一冰，稳稳的。嗯，这个地方没什么犹豫的，这么大的场面优势，撞了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你没必要去，你冰怪也行吧，反正觉得脸也动不到自己脸上，对吧？多输出点伤害也可以。
他三次都不解了，这么贪，那无所谓吧，反正没有区别。但是万一对面出一个萨隆，然后把你全解了以后，把全解了以后，三四 buff 一下，三四 buff 一下，或者是四四沉默了一下，对啊，就尴尬了。但好像没有尤克萨隆，有的话肯定是想都不想，前阵子再说，对吧？因为没有尤克萨隆是不可能翻的，滋养找是没有机会的，因为激活已经用过了。对，还得需要双激活。双激活也不够费，也不够费。嗯，双激活再出什么呢？没有什么。我承认，五十大树也挡不住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激活这张滋养来晚了，如果早点来的话，在激活挂机你会和来张滋养的话，对，其实还是有点小机会的。好，恭喜江墨是2-1暂时领先。哎。同时我们预告一下，在这场比赛直播之后呢，我们在安排直播间会给大家带来的是狂风组第7轮的比赛，哈姆士狼对阵牛逼的灭尬的。嗯。对于哈姆士狼来说，他还需要得到一分才有晋级前二的，保证晋级。对。他分数很高了，他是4-1。他是4-1吗？之前是4-1，现在可能又打了一轮，就是现在不知道了。哦，对，第七轮比赛是最后一轮嘛？对，这是最后一轮吧？他好像刚才4-2，4-2。如果赢了的话，就肯定晋级。晋级。如果是输了的话，还要看另外一方的选手。是的。对，而灭神呢，已经是小组倒数第二名、倒数第二名。然后他唯一能够进到前面的机会就是赢这把，赢掉这一把。然后他当时刚才是2-4吧，是2-4，再赢一把3-4也很难晋级到这个正赛了。对，那最后一把，那只有一个法师的情况下，是先拿达脸萨打呢，还是先拿这个德鲁伊打呢？反正没啥区别，对，都要打德鲁伊吧，德鲁伊吧，差不多。哦，有张红龙，嗯。但是任务肯定是要做的，这个打这个对局不做任务也赢不了。红龙肯定是不能留的，红龙是不敢留的。嗯，哎，一费的牌也不留了吗？一魔点倒是可以留啊，我觉得。对呀、啊，这张牌能帮你做一个任务，为什么不留呢？不太理解，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，觉得就是选手毕竟玩这个牌比咱们玩的多。那选手可能是这么想的：我二费就能完成任务，为什么要用那个呢？就二费啊、哦，明白明白。远古雕纹，看远古雕纹，看远古雕纹，看远古雕纹，那是没有用。因为做完任务以后没事干，你还得攒 combo。只要最后一个不是远古雕纹就行了，提前做好任务还是有帮助的吧？是是，嗯。那先雕纹看看梦想有没有第二个雕纹，非常重要哦。没有。这个新，但是反出共鸣也不错，对吧？共鸣是可以的，能帮你完成任务，零费横扫啊什么的，然后是零费成长啊什么的都不错。但是尴尬的在于什么呢？在于对面硬币。给个硬币也能帮着完成任务啊！但是我完成任务以后，我还得找牌。就是我完成任务不是目标，而是过程。硬币用了，硬币用了，这应该是还不错。青玉绽放是，那可能能透个滋养之类的牌，零费滋养就非常赚了。哇，零费滋养就已经优势爆炸了。对，那就出一个1+2吧，把末日扔上去吧，因为这波场控有点多了，就是想防一下先。或者他要等着冰环末日也不是不行。冰环末日的话，至少是3-3-2-1带走。冰暴，那把冰暴拿了吧。火门也不错，火门也不错，因为这减过费的火门啊，是就可以早点出。对，减过费的火门是5费的，很厉害的。嗯，我觉得可以拿火门。对，冰冻药水肯定首先舍弃了，对吧？对，因为太亏卡了。你冰一个怪都是做任务，我火门还能帮我占个怪，也可以，火门也不错。从质量来说，火门最好；从利用率来说的话，冰爆可能是相对好一点。对，嗯，因为手里冰系法术已经有2张了。对。这个地方我就看出选手思维更缜密了。是，嗯，我们可能无脑就选了。人家没准最后拿个冰冻药水，然后也没准其实有用处。嗯，对。那四费的话，应该是骗不到任何法术的，对吧？不能对面打横扫打脸。嗯，而且也不可能激活滋养。是，激活滋养就亏了，拿个激活，对吧？拿不到滋养了。好，青玉之灵。那下活冰花末日了，那这活呢？这活先点一下一扛一回合吧。对。哎，来个工程师还不错。其实对面下回大概率是滋养，我觉得。对，要真是滋养的话就赚大了。对手牌5张。是。那个兵法很有机会。对的，任务法。好，来到第一个组件巨人，他还需要两个组件就 OK 了。对。哦，激活先出，直接测出来了，这就尴尬了。但也没关系，这边拿个激活也有帮助。可以拿激活上个巨人啥的。对。但欧这边是故意测的吗？还是他有怪伤？他果然是故意，这个欧打得非常非常好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还是那句话，老生常谈的话，新卡的发现概率高。对。而且在这个比赛当中，或者说最近天梯当中，很多人都吃了这个亏了。是的，我觉得这个欧选手是打得比较细的。对的，而且他在看到上一回我出怪的时候没有吃镜像，对吧？对。那你是个反制的话，
也不太可能去拿，因为反制我的牌我没有反制，反制也是激活破反制嘛，对，激活破反制没毛病，对吧？对，就是你只有冰箱冰甲什么的我可能亏个激活，对，但我的激活价值也不大，因为我不需要迅速的去，我已经涨起来了，我已经涨起来了，对，所以说这个激活打得非常有价值。嗯，他其实更想要碰到是反制，但正好未打正着碰到这个东西也不错。对的。那这边冰花末日吧，火门先不着急打，下方对面还是五五能解。嗯，如果先打火门的话再冰花末日的话肯定先冰花末日好一点。 对，啊，对方得需要横扫愤怒才能解。 哦，先打火门了，五费要出一个二二怎么办？就出啥也不赚呀，出啥的话对面把你换一换上点怪，你冰花末日不一定挤得了怪了。五费出一个五二七是最好的。对啊，打这个场面够大。好，那这边就冰花末日，那这波冰花末日被解的话就崩了，也不好解，也不好解。横扫愤怒之类的能解，要不然暴风雪再摊一轮，再摊一轮也不是不行，也那就摊呗。嗯，对吧，已经这样了就再摊一轮呗。是的，你七费，因为这个冰花末日出了以后对面想还是有怪出的。对，要不要激活把这个加八甲什么这也上了，反正这样费用舒服一点。嗯，一会儿裸拍巨人，对，是不是好一点？可以，对吧？但这个激活主要，这回主要是浪费了一费嘛，他配合激活可以。对呀，横扫愤怒来了，横扫愤怒来了，这就很伤，很大概率有的。嗯，对，因为打斗了一，我还真的，我玩兵法打斗了一，我还真的很少冰花末日能把对面场解掉的。我打兵法的时候，我们会特意留这些法伤来解。我很难打莫斗了一能遇到这个情况。对。就反而你怪少的时候我打冰花末日你们就不舍得解我，你只要怪一旦多点我打冰花末日我基本上没有被解过的时候。对，暴风雪吧。嗯，那暴风雪控吧，只能暴风雪控，这个没得选择。对，对节目来说就可惜的是暴风雪之后不能返场，就他还有个烈焰风暴能解场，但是下活对面出的是六六了。 他是单暴风雪吗？单暴风雪单烈焰风暴的。嗯，那其实挺难再控制住场面了。对，两个冰花交过了吧，哎，交过一个了。对，我是不信他可以下手抽到那个呼啦的。对啊，就抽呼啦的话对面也是六六起手，对吧？对，你还是解不了。该怎么办呢？对面照常扑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但是你有第二套我认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嗯，现在看第二套连边都没有，而且现在任务还做不了，现在只能做到三个任务，还有三个任务不知道怎么做。 对， 对吧，即便是做完任务这个德鲁伊有强的情况下，其实可以说胜负手就在于欧那边拿激活破了一个。对，如果这个滋养能够过三张牌，零费过，对，零费过三张牌法师立于不败之地的。对，这三张牌你想现在手里是八张牌。对啊，对吧，而且 AO 也多了，对吧？对，任务也好做了。啊，一语摸点给呼啦，给呼啦有点帮助。嗯，给暴风雪也能接受，给暴风雪也可以。嗯，给吹风忍着，吹风就差点了。对，哎，暴风雪可以接受，那是不是可以这就是问题了？如果他之前激活是早上那个冰箱的话，现在好像暴风雪能接这个巨人吧？够不够？多打两个法术，多打两个法术，巨人是三，也不够，也不够。暴风雪完事是二，还差一，对吧？但他现在每活在这儿亏一费，总觉得好尴尬呀。那这回合打激活呗，这回合打，那不是把之前亏那几费都亏出去了吗？哎，本来每回能多点一下的，对吧？本来之前每回能多点一下的，很尴尬，嗯，很尴尬。该动的动着吧，先动着吧。碰上以后下活能拿什么解呢？神车闺蜜宝宝点找个冰环，然后下活再接个暴风雪，对吧？只能靠蜜宝宝点给梦想了，因为他自己还是不够的，他自己的牌肯定解不过来的。但是蜜宝宝点的话激活就得留着嘛。是，嗯，挺难的。我觉得要蜜宝宝点还得抽到 AOE。 对，哎，而这两个墙还必须得解掉，因为你完成 OTK 的话必须得没有墙，对吧？对，对面的护甲你还得解一解。哇，这个五十大叔有点绝望了。是，关键是对面的护甲你还得想办法弄一弄，不然的话等你 OTK 的时候对面突然变成四点甲，十七点血，四点甲就够。对啊，啊不是啊，啊八一十六，哦对，十七点血就打不死了。对，就是变成十七点血，也就是有个激活的话可以多点三点甲。嗯，对，三点甲就有三点甲吧，三点甲就够了。对，三点甲就够了。嗯，或者有个激活加个寒冰剑，对，能增加点伤害。是的，他是带寒冰剑的。嗯。哎，这都不解，可以一点甲都不想浪费，很细。寒冰剑来了，但是没得解呀，牌才差着二百多张呢。对啊，而且你现在不能裸下个巨人去扛伤害，对吧？你裸下巨人的话，等于放弃梦想。嗯，我们想了那么多，其实最主要的是那张秘法宝典没来。对，因为你任务都完成不了。对，只有来秘法宝典才能完成任务，他没有额外的东西了。还有一个异域宝典，异域宝典只能给一张，对吧？还是需要秘法宝典。
除非说一保得给个远古雕纹啊，远古雕纹过一张牌。远古雕纹给，远古雕纹给，远古雕纹给，远古雕纹。不用，就两个就够了啊。对，两个就不多了。哎，现在差的不多了。心情好，多给两张。嗯，可以。寒门剑解六六，哎，哦，也行。这样把产攻最高的先冰着，保证我可能不破冰。把五一点了，把三四一撞，对吧？你只要八点闪攻，你不一定破我冰。我上个冰甲行，不上冰箱行。对的。但五十大树还是那句话，五十大树早晚得面对，对吧？你 OTK 的时候，你必须把五十大树先解掉，否则的话你不能 OTK， 这就尴尬了。要不然索性把巨人派人算了，你反正你就没有 OTK 梦想了，已经。对。对吧？你大树不解，一辈子 OTK 不了。你不上巨人的话，一辈子解不了大树。确实挺难受。嗯。陆柯劝退了呀。有刺甲就劝退了。嗯，这个、甲这个也劝退了，跳甲还好吧？打不死，打不死，是 OTK 就没有希望了。对，这个三就是算你十五加十一，十六血，二十六血，给你个激活火球都不够了。对。啊，这张我又加甲了。对，这是张加六甲。加六甲。嗯。肯定死不了。对，这个卡组的缺陷就在于对方有护甲的职业就有优势。对，而且这张大地之灵确实是这个版本当中德鲁伊塞一张特别好用的牌。对，因为打快攻卡组，我只要找到后期的话，一匪能加个六七甲、七八甲都可以正常的，特别灵活。嗯，前期实在不行，我扔上去当个 buff 牌也还能接受。至少加五嘛。对，基本上至少加五。嗯。现在就是真的是苟活而已了，没有意义和梦想了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牌库里的牌挑着出，先来个密宝宝点，过个过什么呢？主要是费用都不太够用。对呀、啊，你每回还得挂个冰箱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牌也不够啊。密宝宝点给你两张牌，你不能清场。密宝宝点给三冰箱，就都回三回合。对，那风暴来晚了，这时候就没有用了。主要是陆亏还在场上呢，别人再抽一个有 buff 的牌，嗯，再坚持坚持，是。作为选手嘛，对，对吧？他至少还有一张像我抽活龙喷自己不死的希望，对吧？嗯。活还是有可能再活下去的，如果对面不上怪的话，像我活龙喷自己还是不死的。上怪的话就没有希望了。这个地方因为只要不是冰箱都必死，所以没什么可悬念的，就挠一下，不是冰箱就踢死。对，哎，那这个红龙也不好使，红龙也还勉强好使吧，能用力点掉。嗯，二只怪找到有没有梦想？看一看，冒宝宝点给个冰箱，看看吧，哎，又活一回合，看看吧。嗯，还能顺便完成任务。冰箱还真给了，激活冰箱又活一回合。对，但是怎么赢？你赢不了，不知道，嗯，真的赢不了，赢不了。那下回我得来什么呢？下回来个挂个反制，再多拐一回合。对，对面根本不信，好吧？就是他还能再活两回合，因为下回挂个反制，再用这个回合数多一回合，对吧？没有冰箱就活一回合。秘法宝典你开出来，居然还是冰箱。哎，别说，然后再挂一个，还是冰箱。理论上还真有机会。对，他下回需要抽喉咙，先秘法先出一个反而反制，然后把回合数多一回合，对，把巨人上了。可惜少一个巨人，应该先抽巨人，先抽巨人，下午再抽红龙，然后两个巨人把怪解，红龙喷自己，对吧？场上三个八。如果那个冰爆是冰箱，就有机会了。对，点牌了，需要找到一张。哎，不对，点自己的话就死了，点自己就必死了。对，不够费了。他不点的话，出个三加五还活着。对，对吧？下午挂个巨人，然后再找牌吧。对，那这下就没有机会了。因为你寒门剑是不能触发任务的，触发也不够。他没有冰箱了吧？没有了。两张冰箱，一张冰甲都用。对，他要想活的话，再出个那个啥，还能活一回合。好，但是激战之后战成了2-2，是的，啊，很激烈。嗯，比起前三场3-0，这几场看的更加的过瘾一些。对，嗯。那么接下来是萨满对阵法师，一套。打脸萨对上这个任务法，嗯，
看一下这打脸赛有没有特殊的牌啊？嗯，基本上跟刚才那套打脸赛完全一样，对，完全一样，连一张都不差，好像。好像是。两个无机元素嘛，满编的。对。两个杀手蟹满编的。对。其他都完全一样。可能他们之间选手也是交流过。对。嗯。他们都是朋友嘛。对。朋朋友友，朋友。去外国。嗯。这个对局对于萨满来说的话还是不错的优势对局，对，因为这个法师确实太慢了，就是不知道打什么能赢。为了毁灭之锤，好，那你说这个对局的话留不留任务呢，帮主？这个对局我觉得也不能留吧，当他快攻来打。对，但他确实是快攻啊，是打脸萨满不能留。你完做不到任务完成，最后赢肯定是你把对方怪 A 没了，嗯，对吧？但是任务完成的话，多给一回合，其实也能帮助你清场面。就是任务的话有价值，但是要六个法师，法师任务你也知道巨慢无比。是的，法师是现在任务体系当中算比较慢的了，最难的了，因为至少得十倍以后，他必须得是外面的法术，对，对吧？你要说打四级法术，那分分钟就完成了。对，就这点是最尴尬的，玩一些任务卡组不做任务。就感觉这个任务卡组就是至少法师这个任务设计有点问题， 对， 对吧？因为你不够万金油，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的。对，但是如果你万金油的话，那对其他职业也不公平，嗯，对吧？像战士的比较万金油，因为我可以选择做完了不出，哎，对吧？对对对。这跟性格有关系。是的。嗯，好，法师反制，在后期可能会有用，比如说挡一个熔岩爆裂之类的牌。对，挡到中后期可以扔一下。对。前期的话费用太紧张，没有时间挂这个三费的奥秘。嗯，战士主要是因为战士主升智力的嘛，法师因为都是力量，所以法师比较莽一点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对以对，这不是解释满分对吧？战士都是智将嘛，对吧？嗯，智战，智战。主升力量的法师肯定是就是莽夫嘛。嗯，打脸法，打脸法。啊，当第二个意义宝典来了。对，当年打脸法也风靡一时啊，是对吧？火车王，嗯，然后那个时候是科学家特别厉害，对，然后能够给打脸兵吧，打脸兵，对，嗯，基本上也是 T 六 T 五的样子，对，嗯，主要是打脸法能控啊，我打不死你没关系，我可以控制的时候砸你伤害，对，一轮一轮的磨你，我也不死，嗯。但那个版本是因为大家带加血牌少，对，后来有了很多加血牌，像大地环老司机都带上了以后就打不过了，对，一张老司机解决打脸法就斩杀问题，对。那这边要不要留个血法师加火山药水的梦想，还是觉得哦他选择这么打，然后因为你卖了一个这个血法师嘛，对吧？对，你肯定是想过牌的，我先不给你过啊，哦，我先把你放着，好，你放着我有事儿干。这个欧欧说你放着没关系，我还有事情做的，只是想过牌而已。要不然先上个法师反制，假装冰箱冰甲之类的。法师反制有可能法术反制到狼魂，狼魂都可以不错，嗯，对，因为对方这个正好跟狼魂可以搭配嘛。是的，嗯，那不然呢，上个末日的话对面一定能解你，对吧？对，因为直伤一定是留着等你下末日的时候再交的。对，对方有法伤情况下你下末日有点拼。是的。还有其他选择吗？目前看来没有。魔点点一下，那太亏节奏了，那基本等于跟空过或者上个反制没啥区别，对吧？对，结果法伤现在不关键，因为对面不会现在直接法术打脸，所以那就要不然就奥数智慧过牌，奥数智慧过牌让节奏让有点严重，对，有点严重，而且关键那个法伤啊，对，我记得先上反制好一点，先上反制如果反个狼魂反个闪电剑都可以接受吧，实在不行下火我出末日的话至少能保证不容易被你解掉， 对， 对吧？奥数智慧了，好，第二套兵来了。那如果说上回要出反制的话，下回冰化末日是保证能清场的，对，对吧？但现在你冰化末日还真不一定了，对，因为对面法术你解不了，有个什么就是有两个法术就把你解了，没有额外的法术了，费用来解。哇，那这波不细的冰化末日了，又不能忍。冰化末日感觉有点危险，对方需要两张法术也不一定，是，或者一般先选择取法师加火山药水好不好呢？取法师火山药水不够点的。对，就是给他留一个二一，但是二一会成长很烦，对吧？关键他是加一加一，他要单纯加工像天师那样的，对，对吧？也就扔这儿了，对吧？对，就慢慢的等他下回不理他，对对对，就臭着他，臭着他，嗯，现在尴尬了，只能冰花末日。嗯，这个冰花末日其实还挺好解的，两个闪电剑就解了，对吧？对，那永远堡垒接一个刀也解了，那么反正很多方法都解，反正需要两张牌，是两张牌肯定要交的。嗯，
这但是这也有可能是很关键的一是个胜负手了。对，这波如果解不了的话，那对于芥末来说的话就非常舒服了。如果有法强直接打熔岩爆裂就解了，对吧？对，法强熔岩爆裂，也就是说他知道熔岩爆裂就有梦想，其他的都要配合闪电剑。对，第二张牌，哦，哎、有法强没有？没有，那应该是手里有熔岩爆裂的，因为我看到从他的表情往后顿挫了一下。对，说明他想打熔岩爆裂的，但是可惜没有抽到。对，或者也有可能他手里有另外两张解法，但是他觉得太亏了。这地方先下二三吧，拉一个那个奥秘上来。对。然后再下工程师学徒和预谋点怎么样？爆不爆牌？看一下。我怎么觉得我可能写上反而反制。嗯，罚反也可以，因为这张牌对场面有帮助。主要是这回合对方很难打法术铺场吧？可能是大概率是个随从。就是早晚扔上去有帮助，然后其他的牌这些杂毛帮助不大，感觉。全是奥秘啊！感觉。猜猜猜了。是。哎，手牌不错。这次的萨满应该不好打这个法师的血量了。他是带不带闪电风暴的？他是也带一张吧，也带一张，一样的版本。现在他们都是版本差不多。对，百变泽鲁斯。哎，远古雕王也来了。那么先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寒冰剑肯定要冰这个七七的。对。然后之后的选择再看一看。之后夏侯和再暴风雪，然后再火山药水的七七就等于没有。是，或者选择虚法师加寒冰剑好不好？虚法师寒冰剑，然后点一下这个。强过一张是吧？一对、嗯，可以。因为虚法师寒冰剑的话，你只剩几点血，只剩三血，三点血，对吧？下回暴风雪加什么都能解了，下下回合火冲呗，对吧？或者直接不成火山药水，点一下也解了，对，太好解了。好，可能血法寒冰剑最好，对，或者他想开个门，就开个这个远古雕纹看一看里边有什么梦想。对，主要是冰荒末日这一套给萨满的节奏拖慢了太多。对，如果有个法强的话，现在很舒服；没有法强的话就很难受了，碰不着脸。这个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主要选择太多了，对，所有的牌都能打，就这个地方就是选择性强迫症会很难受的。对对对，像我是没有这个问题的，我是比较莽的。收益最稳定的应该还是这个。是啊，他选择用啊，那要快点找了。对，因为你要找到第二个雕纹的话，他可以先不出。嗯，这个就撞掉了。啊，直接解了。嗯，这没问题，有法伤就减了呗。零费刚好打三。解了也行，解了也行。就是有点舍不得下个 OOE 了是吧？主要是舍不得任务了，你把这个任务牌做，万一你最后要需要做任务赢呢，对吧？我觉得他这个牌用不着任务，应该认不着了，也能赢。是，你想法反能抵抗一张智商牌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冰甲能抵上两张智商牌，对，冰甲能抵两张智商牌，然后扰咒半张，哎，扰咒一般都值不了，应该不会去有人解随从了，法萨满去扰咒解去打怪了，应该不会去。他肯定就直接那先把冰甲挂上，或者先找牌抡脸了。那拿什么找是个问题，就他的每回角色都非常多哈。嗯，他可以拿奥尔智慧找，也可以拿这个雕纹找。我觉得他可以先下个扰咒，让对方去测一测。等对方一顿操作测完了以后，发现哎有可能是扰咒。嗯，然后我再去下另外一个这个法反，你又要再测一遍。对对，对吧？反正冰甲肯定要上的，这回合不管怎么样，对吧？对，因为对面开始锤你脸了。你上了冰甲以后加八点血肯定是赚的，那冰甲之后是接什么的问题？冰甲扰咒加一费小人小灯笼可以啊，他是先选择反制更凶，因为他对扰咒是没有用的，对吧？对，大概率不会被触发，索性我上个反制，对，保证你触发。扰咒的好处是他会先浪费一些东西去测试。嗯，对，但可能对于OO来说的话，他也没有时间测试了，有他打啥了。患者说缄默说我还是求稳吧，我不怕测试，对，你愿意测吧，反正你没有硬币就行。哈，测反测镜像，测镜像，测变羊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打脸，测蒸发，测冰甲有没有？有的。对，先防蒸发。好，冰甲触发。那么冰甲触发，另外一张大概率是一张冰箱啊，或者是反制之类的牌了，对吧？冰箱反制，还有那个轮回法术共鸣吧？法术共鸣，嗯，轮回有吗？轮回没有了，环境轮回退了，对，轮回退了。轮回好像是冠军试炼的是吧？好像是有印象，好像是。对，当时轮回刚出来的时候挺烦的。对，因为你老要选择到底解谁，就是每次新版本的奥秘都会让你轮回复制都有，好像 对吧？那时候还有那个无限兵法，就是无限那个巨人法，嗯，对吧？无限巨人法可以复制很多个巨人。还有你非常喜欢的这个就是红巨人嘛，对吧？对，就红巨人，无限红巨人，无限红巨人。
那倒也砍脸呗，现在没有解怪的选项了，就纯往脸上怼吧。当时那个版本我还真的感谢飞狐，正是因为飞狐直播老玩那个卡组，我才决定不玩那个卡组。那你传说也没上了啊？因为太弱了。你传说也没上了啊？我都不记得了。那帮我姐姐打了呗，反正这波场面。你是说我这两天吗？我是说那个时候啊。哦，我都不记得了。火烧水和暴风雪选一个，那火烧水费用比较干低一点，对吧？也是可以打。但是暴风雪，哎，送了一张，那就打六费那个呗。打。其实拿烈焰喷涌也行。拿镜像都可以，说实话。对。拿哪个都行，就现在法师反正也不靠任务赢，就靠这些牌赢了，对吧？那暴风雪拿多了也没有用，因为对面扑不起来了，现在已经。对。就暴风雪可能不选择拿了，拿个烈焰喷涌后，镜像实体都还不错。我想。但是有个暴风雪好就好在，就对方出四七七，我能针对一下。哦，你先拿喷涌。喷涌的好处是单解，对。好，你这四公刀还舍不得砍我，对吧？对，我就不理你，就是不理你。现在你有四七七，我都能解你了。对，这边就差一个大漩涡。大漩涡交过一张。好，治疗。烈焰素二号，砍一刀脸。有点难了，感觉法师优势打不动了。好，青羽之卵，青羽还没长起来呀。是的，萨满过牌跟不上。哎，秘法宝典不着急开吧，先出二十出把自己的牌开起来吧，对吧？因为自己的牌还是比秘法宝典里的牌有用的，对吧？对，但是他也许有梦想。好，烈焰风暴来了，不着急使，也没费用使。好，接下来随便打。对，那实在不行，二就是手里伤害留一下，二一撞了四二就完了，对吧？二一撞了四二，一撞一二，然后一撞一，点一下一二，结束了。还可以，或者说是全解。全解的话就把手里那个打了，全解就差一个零二嘛，就除了零二以外其他都可以解了嘛。对，他先过牌，他觉得加一法伤现在用处不大。红龙来了基本上死也死不了了。那二一撞一二，一撞一，哦，他选择用了，就这张牌我其实有点想不用。对，你想做任务我知道。不是，我想就是留着以后再解怪用，因为现在就是主要手里这解躺牌太多了，对，是呼啦双冰箱秘法宝典，这个地方你还不摊一摊上小咒。一点都不贪，不给对面任何机会，干嘛用呢？ 对面也不会拿法术击你怪，主要是。对。然后之后看看啊，唯一的用处可能是，没有唯一，没有加 buff 的，对，没有加 buff， 没有加 buff。那实在不成，烈焰风暴了吧？其实都可以。那不然怎么打呢？就不理他。红龙喷他怎么样？喷他不好吧？你红龙你解不掉啊。红龙我留着加血用啊。我有俩冰箱，我都打死了吧？红龙你怎么解？就是，但是我们记得缄默那把打强战，对吧？上死亡之翼早两回合及时战斗，他不上，他肯定选择要忍，对吧？对。他是一个比较偏稳的选手。他比较偏稳的选手，对。他那个拿红龙加血用，他应该也不会喷对面。啊，对。果然开宝典了，找伤害去了。红龙喷的话，两回合也赢了，其实。但他觉得既然这么大优势了，不需要喷了，对。哎，有了一连呼吸就可以解。禁忌烈焰，第二个宝典呢，没什么用处了。那点一下禁忌烈焰，对吧？哎，不对，不行，点一下的话也可以，点一下禁忌烈焰一样，效果是一样的啊，对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对不浪费费用，对吧？你点那个是就可以了，是不浪费费用，这个也不浪费，这个浪费伤害了，一出一点伤害，强迫症受不了，对，难受，受不了，那法强来了，大熊有没有？你说这几个杂毛其实挺烦的，你导致欧这边什么怪都站不住，因为他本来青玉也小啊，逼不得已叫闪电风暴，是那青玉闪电了，应该是这张牌应该是青玉闪电，对，闪电剑加青玉闪电，对，应该是打脸算了，管你那么多，哇，哦，中间玻璃一样，趁着有个法相的时候赶紧打出去，省得一会儿有法相咬不出来了，红龙喷一口游戏也结束了，对，红龙喷一口，他要再稳的话可以等你破了冰我再喷啊，我先不喷，其实还是喷了好，对，喷了没事干了，喷了有个八八战场，对啊，你不喷的话能干嘛？你不能开宝典，消和复制一个。复制一个赢了，对，好，那恭喜缄默啊！是，那这套卡组跟巨人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套，所以我就说这套卡组之前咱俩讨论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个法师不厉害，是因为他最打每个对局他都不弱，对，但是他也不强，对，而且关键是他跟巨人没有，就他跟那个康姆没有关系，对吧？对，任务也不做了，几乎没有见过这种卡组去做任务赢的，几乎没有，所以。有选手呢就直接带这个就是传统兵了，哎，就任务不带传统兵，然后带个安东尼强行刷俩火球，照样还该赢还是要赢的，对，传统兵现在这个版本还不错，特别是在这个比赛之中，因为这个比赛之中很多卡组都不好打传统兵，对，主要是战士比较难受，其他精彩回放，那这边战士的伤害是非常高的，所以说这个
法师基本上也没有机会苟下去了，就手里伤害都有了，对吧？火车王还有，对，嗯，那这把是没有什么机会的，因为小德那边卡手牌太多了，他这活如果抽滋养的话，其实有机会的，嗯，对吧？但这活只能空过，手牌差有点多，差太多了，啊，关键是。六个五五谁受得了啊？对呀，对吧？你什么职业也受不了全场六个五五。是的，嗯，尤其是现在版本当中没有什么大的清场能力了。对，只有抽尤格萨隆，他死亡之翼啊，尤格萨隆啊之类的牌，群体 A O E 的那种。嗯，这局悬念呢也不太大。是，他一度把对方抢到了九血，我记得是吧？最后是九点血，但打不下去了，打不下去了，嗯，彻底打不下去了，已经尽全力了。对。啊，也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任务体系的盗贼做完任务以后非常强，对，但是还是挺辛苦的做的，他也是七回合才做完，最后一个任务死活做不着，对吧？就差一个任务。嗯，我们呢接下来在这场比赛之后呢，就会带来的是哈姆士朗对牛逼灭嘎的一场对抗，哈神灭神啊，哈神和灭神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先看一下晋级情况吧。哎，现在火焰组是黑色神冠是稳定晋级了，对吧？那么 O M Chernhope 和 O M Brace 这两个人。还有 OM 还有 CC 缄默这三个人会晋级一个人，他们还有缄默是已经打完了 ，Brace 也打完了，只有对因为这个比分上刚才的对吧？对，那现在缄默赢了，缄默是5-3，对吧？不是不是，缄默现在赢了是4-3，4-3对4-3，也就是说缄默跟 Brace， 就是说他们三个里边可能会出一个人，也有可能是直接。超好不晋级。现在问题是这个排名应该啊，导播应该是最终排名，那么就是当前的最终排名。那么 Brace 就是压在缄默头上，是。那么缄默就不可能晋级了，而 Brace 就是他们有循环关系，说是吗？对，而那边是4-2，对，4-2的话 ，Brace 也很危险。如果那番打成4-3，可能要看胜负关系吧。对，那这边武图特兰克斯肯定是基本上晋级了，看是不是全胜了，对吧？我没对刚才那个小组，我想起了超 hope 好像是赢了 Brace 在揭幕战上他们打的，所以超 hope 已经保证晋级了。是啊，那这把是 Omega Zero、黑幕侍郎和 CC Between， 对吧？这三个人是有机会的。唯一的悬念就是第一是不是7-0晋级？对，然后这个第二到底是 Between、黑幕侍郎还是 Zero？ 是，那黑幕侍郎现在是比较危险。黑幕侍郎如果赢的话是稳定晋级，输的话。说的话，按照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排分来说的话，应该是 Omega Zero 晋级，对，是吧？因为他的是目前的最终就是这个胜负关系排分的，对。然后后面四个选手是都不可能再进到前四了，也就是说都是资格赛。哎，好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，会带来今天的暗牌直播间最后一场的比赛，也是来自于哈姆士朗对 Newbie Mega 的。我们稍事休息，一会儿见。嗯。